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channel， 我是朱之，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目前已知即将到来成都 Go Tour 现场活动的一些地点，还有举办时间详情方面吧。Here we go。首先第一个目前已知的 Go Tour 现场活动地点呢，也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2月22日至28日期间啊，在台湾高雄的爱河湾的时候举行，那2月27号的时候为全球限定的一个现场活动，高雄也会在其中。到时候的现场活动将会设置灯会的一些主题造景，还有就是灯会的作品作为虚拟的补给站。再来就是目前官方最新宣布的现场活动地点，那目前是暂定于在欧洲部分的一些城市举行，举办的时间将会是在2月26日星期六的早上10点至傍晚5点为止。这跟我们刚刚所提及到的台湾时间是不一样的哈。那欧洲的话是在2月26日举行，台湾的话是在2月27日，这方面的话大家需要自己注意一下。目前已知欧洲将会举办现场活动的各个地点，其中就包括了城市公园啊、布里兹花园，然后就是维斯特法伦公园，还有一堆目前我也不懂怎么念的一些不知名地点哦。另外就包括了英国加利夫的丘吉尔之路啊，然后城堡街、利物浦一号，还有就是惠特菲尔的花园等等的。当然啦，大部分的地点都是免费的，只有就是布里兹花园，还有就是威斯法伦公园是需要入场费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最新收获到即将到来成都 Go Tour 现场活动的一些最新地点还有时间详情，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大家。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，影片做言论呢仅供参考，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按赞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，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接着下次见咯，拜拜。